《秦帝国》第四部，《阳谋春秋》第二章，《商旅大事》。范兄，不为说说商道，你可愿听？求之不得也。范雎慨然道：“我任秦相，所短正在富国通商，否则，我还真不想举荐蔡泽。” 如今虽已学不当时，却愿施法孔老夫子。朝闻道，夕死可矣。只要范兄愿听，我和盘托出。吕不韦见范雎诚心择己，虚怀若谷，不禁大是感愤。左右范兄对我知之甚少。 不为从头到来，以能一绝兰陵酒，娓娓说了起来。十多年前，吕不韦接手老妇生意而入商旅。其实，吕家的家业只有濮阳的三家麻布作坊与千金活钱，在商旅之中，只算得一个三等小康罢了。老妇终生固守一行。 守定时令，收麻制麻，在芝麻卖布。吕不韦很不满意这般小本生意，接受衣食改弦更张，留下一个老执事维持麻方。自己带着两个年轻精明的知识来到了商旅汪洋的陈城，在街市作坊转悠了三日。吕不韦以年近一百的高价租下了陈城最繁华老街的。 一座临街庭院，两个年轻执事大惑不解。少东做的是甚生意，未见一个主顾，便阔绰出,出手，八百本金当的折腾吗？吕不韦却不理会，只吩咐两人细细访查，将所有厚利大生意悉数摸清来报。两个执事连夜奔波，每晚回来禀报，都不见少东人面。 一月之后，吕不韦突然夜半归来，将两人执事唤醒，要听禀报。两个执事被戏说了大半个时辰，最终都是一句话：“大生意甚多，获利最后者手推兵、铁、盐。我们本金甚微，还是收购苎麻做老布行为上策。”满面风尘的吕不韦问：“六百本金收苎麻？” 其利几何？报账执事答：“麻布六分利，六百斤进料，出货得利三百余斤，已是我们最大宗生意了，甚是稳当。”吕不韦又问：“得利十万斤要得几多时日？”骤然之间，两执事眼睛瞪得溜圆，只盯着吕不韦愣着。如何？算不出来。 吕不韦追的一句，报账执事聂如道：“苎麻年产一料，纵是年头千金作本，历经大体六百斤上下，得十万之力，要要。” 要得，百五十年上下。吕不韦鼻息一哼，冷笑道：“哼，一百五十年，五六代人，不愧老东打磨的石蜗牛，也不觉空耗了这一大征之事。那出货执事秉性利落，忍不住问：“少东之意，不做马布了？” 正是，吕不韦断然拍案：“先做盐，再做铁，再做,再做兵，三年要见万。报直”报账执事翕动着嘴唇，说不出话来。良久，涨红着脸，凄凄哀哀道：“少，少东，要做三大行，有，有。” 有几多本钱？<laughs> 本钱几多？你不知道？吕不韦又气又笑。在下原以为少东筹措到了巨金，若是本钱如故，在下劝少东莫得做梦。报章执事顿时清醒，说话也利落起来。 三大行立后是实，可都是各国官事经营专利，寻常私商极难染指。不说其余，头一道关口就是要官府特许。我们与各国官府素无瓜葛，区区六百斤还不够关节筹措，哪里还有本钱采盐、晒盐、护盐、运盐？ 为吕门长远计，少东老是做个麻布商为师不，吕不韦摇头。我已谋好齐国海盐路鼠只需三百本金，便可进货。恕在下不敢从命。报账执事红着脸道：“老东临行叮嘱，大险不出金。”吕不韦恍然大悟。 才知这报账执事奉有灵机监控自己的大权，不禁对老夫的迂腐哭笑不得。思忖一阵，叹息道：“唉，既是如此，徒叹奈何。只有做麻布生意了。”报账执事见主人回归正道，有些歉疚。少东。 若是买进苎麻，用尽本金，也是该当。吕不韦样样道：“明日踏看一番再说。”说罢，丢下二人去了寝室。次日正午，吕不韦方才悠然起来，梳洗一番，用罢早餐，已是日叠之时。刚要出门。 出货执事匆匆进屋，说：“他们两人已经觅得一大宗上好的生麻，报账执事守在那里，请少东前去定夺。”吕不韦淡淡笑道：“上好货色，我已谋定。你先吃饭，完了，跟我走。”出货执事一听，二话不说，揣起几个舂米饼，跟着吕不韦走了。 次日清晨，两人风尘仆仆的赶回，趁着吕不韦沐浴，出货执事向报账执事详细叙说了少东在淮北两县定下的生麻货色如何好，价钱如何低，就是一样要委托亭长从麻农手中直接收购。实质上费些周折，报账执事空等一日一夜，原本有些委屈，一听之后。 舒心的笑了。麻布生意小本薄利，进料最是该节省的一关。少东能不辞劳苦下市买麻，实在是吕门大幸。说不得，你我都要全力相助。饭后三人商议，吕不韦做了分派。 他与出货执事携带六百斤到淮北收麻，报账执事坐镇陈城，看护运来的生麻，并雇三百辆牛车，一次生麻收齐。三人一起押车回濮阳。如此分派乃商家老规矩，谁也没有异议。当晚，吕不韦将六百斤打进资车同乡，带着出货执事，意气风发的。 林林去了。一出陈城南门，吕不韦自车不去淮北，却向东北的齐国兼程急上。原是吕不韦多日访察陈城商市，已经敏锐嗅出了这天府鬼域幕下的行情要害：盐、铁、马、皮革四宗货色日渐渐长，几家大店存货眼看。 已经见了仓底，都在竞相抬价。饶是如此，依然被来路颇为神秘的货主源源不断的吞噬净尽。吕不韦警细缜密，做了一个游学的南楚布衣世子。每日去哪家最豪阔的南国酒社盘桓，没处寻日，与一个经常出入大殿的黑瘦胡商。 成了海阔天空的酒友，每次共饮都是胡商慷慨付账。这一日，吕不韦坚持要自己做东，请老哥哥痛饮。胡商大事不悦：“小兄弟读书游学，几个钱何等艰难，在这一枝千金之地，做的甚东。嫌弃老哥哥铜臭太重吗？” 吕不韦温润的笑了，呵呵呵，交友在情义，老哥哥，纵使堆金成山，兄弟何能坦然受之？不割肉一次，兄弟何言再聚？胡商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世人果然有道，好，小兄弟割肉一次。 老哥哥瘦了。吕不韦一副不安商旅模样，饮酒间求教胡商指点陈诚商道风习，以作论学谈资。胡商得世子小兄弟求教，大是欣慰，滔滔不绝说出了各中奥秘。目下左右天下商事行情者，齐燕两国，燕国要复仇。 齐国要称霸，各自大肆扩军，一应成军货物大大令人眼热。各大国官士对成军物资控制极严，这天府鬼域的陈城自然成了三大行大吞大吐的上家之地。末了，胡商拍着吕不韦肩膀，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小兄弟，有个甚血 谋得百车海盐，你一辈子酒钱也。吕不韦涨红着脸，呵呵笑道：“<笑>兄弟倒是有几个闲钱，只没个门路，我晓得如何个谋法。”咦，胡商又是哈哈大笑。如今何等年月，小兄弟，倒像个出土老古董。 老哥哥明说，大买主肚皮空的嗷嗷叫，只要能倒腾出盐、铁、马、皮任何一宗，自有人追着你买，要个甚门路？兄弟，还是令务轻。吕不韦一脸迷糊。 老哥哥方才也说各国官事卡得紧，譬如兄弟在齐国买几车海盐，出的关隘吗？老哥哥说大买主追着买，如何兄弟在这里没见一个人说买卖？穿穿穿，胡商又气又笑，关卡门路那是对三百车以上之特大宗货物。 都卡死了，谁做买卖？各国如何来钱？明货如何流通？至于大买主，呵呵，老哥哥，便是一个。吕不韦惊讶道：“你不是说齐延商贾是大买主吗？老哥哥是个灵湖商人，如何也成了大买主？”胡商冷冷一笑：“呵呵，都说世人。” 有学问，我看狗屎不如。吕不韦呵呵笑道呵呵：“兄弟若非狗屎，老哥哥骂谁去？”胡商不禁拍案大笑：“<笑>小兄弟好脾性，倒能入商。那日，两人直到子夜方散。 当九舍侍女用铜盘捧来一只精致的竹简时，胡商瞥得一眼，一脸肃然：“小兄弟，二十斤，当得寻常人家半生花销。”你，吕不韦却拿起竹简笑道：“<笑>有约在先，老哥哥只管痛饮。”回头对侍女一笑。 扔过一只硕大的铜钥匙，车马场吕氏资车，开了钱箱去拿。咦？胡商惊愕笑叹：“小兄弟，倒是有钱人做派也。”吕不韦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有钱不花也是无钱，没钱敢花，便是有钱。老哥哥。” 以为然否？大然。胡商慨然拍案：“小兄弟，对老哥哥脾胃，记住了。他日若想变钱，来找老哥哥。”说罢，从皮靴中摸出一方巴掌大的物事，往吕不韦案头一丢：“无论在陈城,城哪个酒肆，只要将此物放置案头，半个时辰内便会有人找你。” 经此一夜，吕不韦心中已经有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谋划，不想还没跨出门槛，便被对老父忠心耿耿的报账执事冷冰冰挡了回来。然则吕不韦岂能就此知难而退？次日夜里，他带着出货执事又来到了南国酒社，一边饮酒一边慷慨诉说，终是。 将那个朴实精明、有忠心的年轻执事说得心服口服，立誓跟着少东闯荡一番。于是，有了两人合谋骗得报账执事出金的淮北买麻故事。兼程五日，吕不韦赶到了齐国东部的商旅重镇即墨。即墨近海，是齐国的海盐集散地。 城中商铺一大半都是盐店，盐店一大半又都是私店。齐国官事由来已久，自春秋将齐时的齐桓公任用管仲治国起，首先建立了天下最大的官事，将盐、铁、谷、兵器、布帛、山林、水面等国计民生之基本物资全数纳入官营。 最令天下惊奇的是，管仲连新创的妓院也由官府经营。管仲的一统官事看似纠正了春秋时期无序涌起的私商，有效保护了邦国赋税，实际上却恢复了西周的极端官事制，大大限制了正在蓬勃兴起的私商潮流。唯其如此，齐桓公管仲死后。 一统官氏，轰然解体；齐国的私家经济无可阻挡的弥漫渗透成长壮大起来，极致最大的私家势力田氏取代了姜氏国君，齐国的官氏，齐国的官氏一统，便永远的寿终正寝了。进入战国之时，齐国私家官商大兴，尚未变法之际。 已成了首先以商而富的大国，与率先变法而兼以农商致富的魏国一起，同时成为战国初期中原文明的两个轴心。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